七，这个七跟我们现在七差好多啊。这个有带出来，再点这里，再哇，这个很方，就把它写出来，效果才会好。那我们写书法就是要表现每个笔法的特色，组合一个有特色的字，而不是把它写得平平正正的。那这样这个字只是呆，就会像电脑一样方方正正啊，不会感人的了，因为没有人性嘛。太完美的东西怎么会有人性？这里有点啊，